那这个没有的一方肯定得非常被动啊！就算有几个很凶悍的、不要命的敢往上顶，那但是你可能没跑几步就被对方的机枪扫到了。那，这个勇士上了，出手打中了，可是没有彗星一击，又打中了1000多小伤害了，已经造成。还有没有补刀？成功击杀，非常漂亮。那么这样的话，现在又是进入一个势均力敌的状态，但是下方没工人，上方有工人，这把打得相当惨烈啊！在决战前，两方选手可能会打成两败俱伤。那到底是谁渔翁得利呢？场外现在还有一名选手叫做咪咪选手。那 如果这两位选手拼个两败俱伤，那就是咪咪选手很有夺冠希望啊！网没成功，网成功了。哇，一下有没有工人？工人出手，直接击飞！哇，非常漂亮！网住之后啊，一只宠物进行了攻击，然后呢，这个工人啊，直接就是一箭射飞，非常厉害。追猎者的网啊，也是让这个战斗节奏啊变得异常的快。那因为这个追猎者网住，然后我激活一下，直接击飞。当然，这一切前提都是要吃到属性优势。那